不过这一波乐言从侧面过来了，可能会打一个闪 ，W 这边直接开起来，闪现直接交，乐言跟闪，妖姬这边也跟闪，直接拿到一血。但是 Fogo 这个位置好走吗？不好走，是被防塔吃了最后一下。嗯。但是 I 为了杀这个中单 Knight 是交了两个闪现的。我妖姬这边是直接踢到了下路后面。后佛过来，看先瞄准谁，大嘴直接治疗出抬一口。这边感觉最好的话还是要杀布隆呀，布隆这边交了一个闪现，直接拉开，而且套虚弱套给了 Fofo。这样对于 Fofo 还是有些影响的，下路没做成事情，并且自己也是半血啊。是的，中路这波现在已经被露露推进来了，现在是赵信在中路吃线。啊 ，Fofo 妖姬的节奏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而且他是刚从家里出来，现在又要回家了，看一下有没有想找取消找一波机会。取消，踩过来又是瞄准卓。一丝血还差一下平 A， 最后是维鲁斯穿行一剑将其带走，第二个人头，最后是由妖姬拿到，两个 C 位各拿一个人头。这边露露撤退的还是比较快的，先锋的仇恨被拉没了。啊，两个人想蹲下乐言，乐言直接横扫千军，先挡第一波伤害，直接跟奥拉夫对撸，露露先给大招，又是奥拉夫先死 ，Knight 不太好去继续去做着，哎，最后回身一下还是点掉了赵信。是的，泰坦这个位置直接大招给到了鳄鱼，蒙多也过来，鳄鱼这边瞄准的是一个妖姬，往后面一拉，因为队友还没有到，布隆来了一发 Q 空了。同时 JK Love 已经赶到现场，大嘴突然的参战也是助力了一下战场，直接放掉，因为只面对一个，哎，不过中路这里露露好像有点危险，但是有闪现还好，这很好，这个中路的塔可能要被吃塔皮，维鲁斯大招，哇，直接是七级维鲁斯要对鳄鱼去动手，红鹿 W 拍住。征服者出发，对维鲁斯闪现回身一剑，一个回马枪将鳄鱼斩下。这两个人一开始相互拉扯，是的，两个人之前已经有一波小的交锋了，这就差一下了，哇，但是没能成功。在打红，嗯，赵信跟泰坦一起来了，这边是卡萨稳稳的撑下来，但这边可能要被粘住，不追了。有一手爆破果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I 这个中野现在已经开始覆盖到野区了，嗯，覆盖面很广。奥拉夫是仗着后面有一手纳特的露露，所以打得很生猛，想抓一下蒙多。奥拉夫跟露露两个人，奥拉夫是没有大招的，感觉。不过线比较长，还有机会的。蒙多地先交了一个闪现，但是没有防御塔的庇护，他可能会被粘很长很长一段路程。赵信在旁边支援过来，但蒙多似乎有点撑不住了。镜头一转，看看 Fofo 交了一波闪现，大嘴想给他最后一击，但是最后伤害是不够的。JK Love被一个圣血粉炸起，妖姬还在后面给了一下输出伤害，就是维鲁斯收到 JK Love 的人头。这是野区那波遭遇，这也就是妖姬这个被动。给自己怎么说来留了一些逃生的时间吧，再加上布隆这个英雄，但是架不住三个人去包，他是没有闪现的，提前磕起了药。嗯，两个大下路前锋在一个耐心稍微有点尴尬的一个位置，稍有不慎这个耐心就要回去的。是的，两位大妖拼惩戒，一千多妖姬一个双踩直接将下路前锋给抢掉。维鲁斯和泰坦是很好发挥的，浩博现在人员站得比较密集，赵信先顶着大招往前去拖，泰坦闪现钩子先勾到辅助，但是第一时间并不致命，甚至让他给后排，这个 Love 已经被打到了一个半血，还在给他不停的去套盾。 Fofo 占据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不停的去压制蓝色方的走位。这条龙我觉得这滔博可以放掉，闪现红大招开，想先秒妖姬， Fofo 一丝血再度拉开，还是没能给他致命一击。 JK Love 这波输出环境还不错，两下先 A 死这个赵信，布隆再给了一个 Q 技能， JK Love 一波 double Q， 同时奥拉夫也被维鲁斯给收掉。这个时候看一下比拼残血的能力， JK Love 的战力很不错，但是三个队友都已经残血，红方暂时在争夺小龙方面还是能够占据优势。维鲁斯又是一剑先给 JK Love， 但是布隆一个顶盾还有机会去操作吗？两个 ADC 继续去 PK， 维鲁斯先斩掉布隆，这个时候维鲁斯明显的战力还是更胜一筹。Fofo过来一个链子链住擎天，鳄鱼被控制在原地，妖姬拿了一波 solo Q， 有很多，但是依然可以支持他在团战中的 poke。而其他几个人比较惨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帮大嘴提供一个前排的支持的。第一波开的虽然是挺果断的，但是妖姬可惜让他失血逃出去了。然后而且他们这边阵亡的是一个打野，这其实还是蛮伤的，因为如果奥拉夫没有死，换一个其他的人的话，他们这波应该是有机会来把这小龙拿下来。
这里 iBoy 这几个小操作做得相当好，本身自己可能人数上已经属于一个小劣势了。嗯，但 iBoy 连续几个微操，那现在蒙多已经过来把大招开的情况下，鳄鱼还在推下路线，感觉对于红四方 RA 不能提速了呀。刚说不能提速，还真想提速，露露把大招直接给了奥拉夫，深水炸弹炸 JK Love， 但是立刻有布伦顶断向前挡住了威鲁斯的大招。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发的状态，但是可能是因为打还挺快的。一千多的血线，600多惩掉，由红四方拿到。小沈交一个闪现往后拉，后续的人应该也是留不住了。所以现在 RA 开始到野区，赵信仗着自己有大招啊，所以就是挺着枪走前面。哇，这两个人瞬间要被打残了。奥拉夫有个不可阻挡，但是卓 OK 吗？依靠着队友做了波位移，赵信再扑了过去，身上套了一手虚弱，但是妖姬还是受到了布隆的人头。大嘴卡了一个很极限的一个角落，但是露露已率先倒在地上，深水炸弹砰砰砰三下炸起了 JK Love，JK Love 治疗术拉不开身位，由 Fofo 砍下一波三杀。我这波 RA 想一波嘛，其实是有点危险的。露露大嘴马上复活，还有3秒钟的时间，但是这个梅亚塔第一个倒得很快。鳄鱼在一个很绕后的一个位置，如果要包夹的话呢，就是现在了。但是红四方这五个人也成功的撤开，赵信断后，蒙多帮他先减速一手，赵信被落在了最后面，遭到了布隆 Q 技能的减速。有大招吗？赵信似乎没有大招，但是有血手顶着第一波伤害，鳄鱼就先行倒在地上，奥拉夫也倒。赵信虽然说打了波互换，但是红四方依旧有波追击之势。维鲁斯一手减速，再想找奈特的麻烦，奈特闪现剁掉维鲁斯关键一个 Q 技能。JK Love开始一喷四，先要把小兵给清除掉，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东西这个伤害太多了，瞬间秒掉了 JK Love 的大嘴。那这样一来，很有可能红四方哎要一波掉这场比赛了。蒙多也拿到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人头。是的，那现在只剩下露露一个人，肯定无人没办法防守。那我们恭喜哎在这场面对滔搏的 BO3 中落后一盘的情况下扳回一局，1-1战平。